大家好，我是 Kimber， 欢迎回到我频道。在上一次 vlog 的时候就有提到我学妹会帮我拍毕业照嘛，那今天呢就是想要给大家做一个跟我一起 get ready with me 的一个 vlog， 然后就是那种沉浸式的护肤啊，然后打扮啊。我刚洗完澡，然后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在你重要的活动之前呢，你就会冒痘，看到中间这一大颗。因为其实去年的时候呢我烂脸了，给大家放照片在这边，对，我那都不敢拍 vlog， 也不敢跟大家说，就是因为我真的长得很可怕。那经过一整年就是看医生啊，然后用保养品啊，终于就是现在状况好很多，但是还是有很多痘疤，我就一直弄不掉，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可能还要继续涂吧。如果大家对这一块很有兴趣的话，可以去 follow 我跟我朋友新开的一个 Instagram account， 叫做 Creo Map。 那在这上面我们以后会慢慢陆陆续续的分享很多那种小众的一些保养品啊，护肤品啊，还有最重要就是那种 self care 的一些概念。Yeah, I know I look good. Yeah, I look fly. Baby, I'm just your type. I'm a baddie. I'm a baddie. Yeah, I know I look good. Yeah, I look fly. Baby, I'm just your type. I'm a baddie. I'm a baddie. Yeah, I know I look better than all the girls that you knew before. Had your chance, but I'm not playing anymore.Feeling good, change my hair and you can't ignore. I'm in my bag, shout it to Dior. I would be so ahead if we're keeping score. Silly boy. I don't need a man, yeah, I'm good by myself. Spending this money and I made it myself. Now I'm glowed up and you're stuck by yourself. Yeah, I know I look good, yeah, I look fly. Baby, I'm just your type.Time you wasted. Skin so tight, I don't need a facelift. Drip so high, got the diamond bracelet. You try to play all these games, but I'm staying woke. You can never keep a job, so you're staying broke. Got my high heels on, so you'll always know. Yeah, you'll always know. I don't need a man, yeah, I'm good by myself.Spending this money and I made a mistake. Hello， 大家好，这是我学妹，我们要找光线好一点的，这样好一点吗？没有，好像刚刚。好，没关系，我们再一次。Hello， 大家好，这是我学妹，我们今天要去拍照，我们第一个是去美超是吗？美超。好，我们先去美超，然后我们要骑车过去，走吧。啊，这个花超美的，应该有录到吧？没录到，等下再录。我们现在来到这边。美超的就是它有两块，然后我们是来到面对的右手边这边，然后我现在穿这个，是的，然后学妹去找光线比较好的地方，然后我好怕脱妆，就现在都已经4点了，还是超级热，天哪！好，那我赶紧穿这个衣服给大家看，我实在是不会穿这个衣服，真的有点困难。今天呢，原本想要夹个卷发的，但是我不会夹，所以啊，很热是吧 ？Hello， 你要站在旁边吗？Yeah, I know I look good. Yeah, I look fly. Baby, I'm just your type. I'm a baddie.
家早安 ，Welcome to my graduation ceremony。是的，今天这支 vlog 呢会是这个频道上的最后一支影片，因为我之后打算呢，就是我的硕士生活想要重新开始一个另外频道，那这支影片就作为这个频道的最后一支，也就是我在武汉大学的毕业典礼。是的，那现在时间差不多是早上6:20左右，就是我们6:45的时候要集合在那个珞珈山庄。那因为6:45是要整队下去，所以我们班呢是在6:35就是去集合。然后呢，我今天有点睡太晚了，就是我5:30左右起来，然后就是要化妆。女生知道你一定要就大概提早大概1.5小时左右这样子。等于我最后也来不及做头发什么的，我就是这样子用我最简单粗暴的做卷发的方式。然后跟大家分享呢，哎，等一下，我镜头还是很雾，我等一下录好了。然后设计了一个程序，自动播放就噔噔噔噔噔。理论上6:45的时候要从奥场的三门就是进去，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我们大家都还没集合好，所以呢可能还现在要先集合。然后呢，我跟大家讲一个就是毕业典礼的一个神器。我去买了那个退烧的那个冰贴，真的我快要热死了。是属于我的毕业典礼，耶！准备进去啦。我们现在呢，从就是后面绕过去，再慢慢慢慢走过去。然后我看到了有红的呀、白的呀，很多很多人，对，然后好有氛围啊！我不知道会不会哭我每一年毕业都必哭，每一次毕业都必哭，对。然后我忘了跟大家说，就是他会送一个这个，那不是这个袋子吗？这个袋子我都拿。来给大家开箱一下。有很神奇的跟我的姐，我室友在这。我跟大家说，哎呦，就是呢，因为我们经管院其实原本是22到26排列，但是呢，因为就坐满人了，我们就坐到21列，结果我们就等于是有点鸠占鹊巢在人家马院的列，然后我们现在就被赶出来，然后我们就赶到了第一排跟第二排，然后我们就坐在最后面，第一排、第二排前面也满了，所以我们现在视角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视角，我以为还回收。就大概那么远吧，这还可以啦，因为这边有个大荧幕。跟上来不说嗨 ，Hello， 耶耶。我为了记住你的脸。
刚听了很多很多的致辞之后，现在要来学位授予，要来剥穗了。可是他有没有什么毕业感想？没有，毕业耶，毕业快乐。你等他剥。It was at this moment that she knew she fucked up. Zero. 这段能剪吗？可以 ，very 可以。反过来吗？请导师为第137排同学拨穗。有。耶！跟全部大家毕业生合照。有没有什么就是毕业祝福给我？妈妈不太会讲话，开玩笑，我开玩笑。快乐，好好好，有点漂亮，有点漂亮。I'm sick of daydreaming. I just want the feeling of you in my bed. I'm down to just waste time right below your waistline. Want you by my head. 基本上呢，我毕业之后就一直在处理德国的学生签证。然后我之前去了一趟北京，但是因为我去北京那一趟呢。我不是很想录 vlog， 因为我想要就是真的是 really relax。 我觉得我好像一直都没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休息，所以呢我这次去北京我就没有拍什么 vlog。 然后等我接下来去德国读书的时候呢，我就会到我的新的 YouTube account， 然后这支账号呢我不会删掉上面的影片，但是我基本上就会 abandon 这个账号了。但可能未来就是两年之后，我会不会突然想删也不一定。台湾人在大陆读书，就是取得这边的本科学历之后，申请去国外留学的签证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但是因为这点就是算是特例吧，所以呢我就不另外做一支影片。如果大家有需要的时候呢，再来私讯我就可以了。最后就想讲一下，就是真的很谢谢，这四年来就是12000多个粉丝的支持。我觉得在做 YouTube 这整个过程当中，我学了很多，我也反思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让我成长蜕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那接下来我也希望能够带着我所学习到的事物呢继续向前行。那就是谢谢大家的支持跟陪伴。如果大家对于之后我在德国的留学，甚至是我未来可能5年10年啊接下来的一个人生规划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去 follow 我的新账号，稍微把东西收一收啊，然后剪剪头发，可能大家就会看一些破碎的片段吧。I love you guys. They say a drunk mind speaks over thoughts. So baby, what are you saying? 'Cause I tell me one thing. When you take them shots, but the next day you're just playing. Now, baby, I don't need my time.If you don't want me, then just say yes. Instead of calling up my phone when you've been drinking all night long, you're gonna act like you ain't safe. Hello, 大家早安。但这是我上次说的红色眼影，我不知道我画怎么样，大家觉得适不适合我呢？然后啊，我的天啊，我这些痘疤，我回台湾想要再处理一下。虽然我在武汉已经处理掉一大半了，但我想要回台湾再看有没有办法再把这些痘疤处理掉。But anyways， 今天是我在武汉的倒数第二天。然后我昨天不是就是给大家录了一点，就是我收拾的东西嘛。反正收到后面就是非常烦躁，就懒得收了，就开始乱录。
但是呢，我真的觉得我非常厉害，就是我一个晚上就已经收拾的差不多了。这个是我的床垫，就不给大家看，因为有点脏。就是我上面，不好意思掉下来，就是那上面呢有一个那个垫子，我要把它丢掉，然后我的被子要给我妈。然后下面这个床垫呢，我打算留给就是下一个睡的学妹，因为我这个当时是在 IKEA 买的，很贵，300多，就是还蛮不错的。就是如果她不喜欢的话呢，就可能就再丢掉。对，但是呢。就是我一个人觉得是蛮好的东西，我才留啦。然后这一个呢，就是已经说好要给一个学妹的。然后我昨天第一次洗衣服，我才知道说原来宿舍是有洗衣机的。我就，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就是都空了，都空了。我等一下最后会再 double check 啦。然后我现在东西就是这样子，就是堆在这儿，其实就只有这些。然后这个是等一下要丢掉的，然后那个是要帮我室友拿的，然后那是我的。我这一边的东西呢，都是要寄给我妈的。然后我就这样子两个行李箱，其实我发现我的行李就是最重的东西就只有书而已，我实在有太多书了，然后我舍不得丢，然后我自己又念不完，自己又还没念完，所以呢就是造成了很大的负担。这个是仪器，它脱毛技术要冰点脱毛，它还是会长，但是它真的就是来的毛很细很软很小这样子，我撞得掉，那我就没有腋毛了，所以还是挺不错的，就大家可以体验看一下。出完毛啦，拜拜中南医院，拜拜。到了，哈喽，Hello, 大家，我剪好头发啦。然后呢，我还想有这种 curtain bang。就是这种，但是我要它之后长下来会跟我头发很顺的融合，大家自己看成品应该就知道为什么会这么推荐了吧。助理要大概长这样，做了足疗、走罐、拔罐、刮痧，然后推拿一个小时，然后后来还有精油开背，然后呢，就是最后陈医生都会帮忙针骨一下。我真的觉得我现在是重新开机，真的是超级舒服。反正武大的学生就是一定要经常过来给他们捧场一下，我真的很感慨，我好想把他们就是带到欧洲去，这样就真的非常舒服。希望你大家喜欢，然后有被我种草到，那以后我们大家就另外一个频道见喽，拜拜。